上官秋月，他怎么跟这个冰蚕珠一样阴魂不散？春花姑娘可在？小白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进来说吧。我还是不打扰了，只是有件事想问姑娘。说吧。春花姑娘，今后可有什么打算？有什么打算？小白是有什么建议吗？是我保护不周，让花伯父和花大哥惨遭魔教的毒手。春花姑娘已经没有了别的亲人，我十分愧疚，所以我想问问春花姑娘，在我凤鸣山庄住了这么久，可还住得习惯？这凤鸣山庄舒适气派，自然是很习惯。不过小白，你不会是要赶我走了吧？哪里哪里，我只是萧兄。哟，春花姑娘，我和萧兄有要事相商，借一步说话。走，秦兄，春花姑娘，走吧。春花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秦兄，我话还没说完。坐。秦流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说你跟我这个秦胜每天朝夕相处在一起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你也没学点什么东西。秦兄，还请赐教。哎呀，神女早有心，不知襄王可有意？还请秦兄明示。只需如此。实不相瞒，春花姑娘早就告诉过我她对萧兄的心意。春花姑娘怎么会告诉你这些？你不是也跟我讲你那些小心思吗？那就有劳秦兄了。你来干嘛？恭喜春花姑娘。我来替萧兄给春花姑娘下聘。什么意思啊？春花姑娘得偿所愿，萧兄要娶你为妻。哦，这事儿太过于突然，我得考虑一下。春花姑娘还需要考虑什么？莫非你对萧兄的情谊，难不成是在下之前一直会错意了？那
小白他有说过他喜欢我这几个字吗？若落花有意，流水有情，何苦捅破这层窗户纸呢？再说了，有些话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那可不行，那怎么说也要有一个求婚仪式吧？求婚仪式？啊，对啊，要很浪漫的那种。以萧兄的性格，聘书便是浪漫呀。